是七七柯琪琪。是我主动邀请他的，因为他是公司里面发片年纪最小的师弟，所以我们今天有特别为大家练了一段，请大家好好的欣赏这首很特别的《少女》。Baby， 恋爱的男子没。浪漫的爱情太定义，每天听有歌的歌曲，两千年后出生的孩子怎么可能没听过傻子。我付出青春那么多年，路过了学校还有花店，我真的没有说谎，每一首歌我真的会想。 Baby， 自从遇见你我比你还要少，你忧伤的位置一夜间全都变成你和巧克力，为什么永远只给你？ Wrapped it up to me、oh。